百音吧。你有时候有啊，所以要麻烦我们的媒体朋友们啊，那个今天是伪出国汤姆斯哈，戴个耳机，那我全场还那不用合法了哈。明年金曲奖哈，一笔给交流费哈，就会合理费感觉到一年当中清傻批的时间。因为在所有的客家文化工作当中，大部分哈日积月累，但是呢，真难看得到具体的成果。但是客家音乐，从客家成立以来，老蔡厂请到老干先志向我合作哈，老干都蛮认他个这个底了哈，一年，你是看到。当多新的作品，尤其哈，爱听到新的客家歌声，有新的后生人加入的时节，心中还那欢喜哈。过去呢，你客家歌哈，唱本客家人弹，听听未哈？你客家歌打算唱本全台湾人弹啊？然后，有的歌的爱制作企图心还那歌。想要唱本全世界人对谈哦，也就是讲，你过去唱出客家人对自家客家文化土地的情感，渐渐的，你也唱出了在台湾了的三非国家当中的思考，哦，更加进一步，你开始要挑战人类普遍的情感。当然，在普遍性的特殊性当中，往往音乐去做的老各种。内在加出用情感哈，来结合乡下，然后爱经验看到非常多作品哈，讲爱情感同的素材哈。后生人哈，以为像加讲功德系冇？功德哈，你阿爸爸系工作证冇？唔系哈，啊，像叫我冇几多生人，又冇领人咩哈？这雨涵系嘛，博弈系冇？哈。在到后生的呀，吼，出来时间啊，就知道讲，客家越来越有希望，吼，当然，今年因为查经出来，哈，也有像王若琳、魏如萱，哈，故意看无产品客家的，一开始，哈，变多顺的，哈，啊，希望啊，欢迎啦，哈 ，welcome aboard， 好不好？多多来参加，也后生的，但是哈，我看到哈，叫做落火的，哈。落火的很小的起来，哈、哦，又唱出本人感动，哈、哦，个人呢挑战主流音乐界，提出新的议题，哈、哦，给看到还那爽快，哈、哦，走啊！阿龙讲，落火就讲啦，啊，这个底啦，哈、哦，我想特别客家免费，再次感谢你所有音乐工作者，你们都。音乐工作在台湾本来就辛苦了哈，还有喊着做客家音乐，啊，像这种的坚持哈，非常不简单哈。你说搞东西上上东西，我说啊，过程艰苦样的哈。但是你希望讲，他会飞到他的共同合作，啥年年有更加好的成绩，也因为人家在为努力，人家在实现生意跟产业行业，使得客家语言文化哈。本世界看到，本台湾看到，你音乐音乐有进步，你不但只是传承，你要创作，你不止保存，你要发展，才延续客家文化时间，你真正感受到深刻的延续的方式，就会创作，就会创新，就会创造啊！恭喜所有的好朋友，要感谢所有的好朋友，安之生。